当天的发布会，柳岩以戏中红色紧身塑胶裙亮相，大胆的着装瞬间秒杀了一众媒体。据她透露，这件勒死人不偿命的衣服还大有来头，是 Lady Gaga 服装设计师为她量身定做的。其实我这有两套衣服是 Lady Gaga 设计师特别设计的，然后因为我们的服装师是一个老外，Lady Gaga 设计师是他好朋友，他特意在英国把我的尺码告诉他，然后做了两套胶质的勒死人不偿命的衣服。近年来频频以火辣造型亮相的柳岩此番表示，以后要努力拍戏是要摆脱自己以往的性感形象。我从来没想过走什么路线，我的优势我希望不是大家想象的优势吧，我觉得一步一步一步接着一步的戏慢慢会给我洗白洗清。对，什么类型啊？对，我都不排斥，反正我都说我丑角也能演，卸了妆就能演。话虽如此，但显然这部新片还是男柳岩火辣形象大做文章，其中不乏许多大尺度戏。柳岩自称与男演员宋宁拍戏时甚至都不敢对视，很尴尬。现在你看我们俩都很尴尬，不会对视。